喂喂，时间到了，该上车了。你们根本不知道这东西有多难搞，错过这班可就没有下一班喽。那么，丽塔就先上车了。这辆列车最多只能在站台停留两分钟，还请二位尽快做出决定。那个，希儿有个问题想问舰长。如果希儿不想离开这里，舰长会不会生气？没有没有，希儿只是突然想到，还没来得及再吃一次海盐冰激凌，还没好好和大家道别。不过现在想想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舰长，我们走吧。这样就结束了吗？对不起，舰长。舰长，对不起，舰长，一切还没有结束，希儿还不能跟你一起回去。如果现在离开这里的话，就再也没机会见到她了。一开始就知道这里不是真正的现实，但只有在这里，希尔可以再一次找到他，可以好好的对他说声谢谢，告诉他希尔现在的心情。无论要用多久，无论要做什么，希尔都一定要再见他一面。这一次轮到希尔去找他了，希尔一定做得到，因为他就是我，我就是他。放心吧，舰长，请不要小看希尔哦。舰长也有一直在找的人吧，就让我们为彼此加油打气，早日找到自己想见的人吧。不，舰长是无法把玻璃砸碎的。果然，舰长还是没有明白啊。留在这里的只能是希尔，接下来的路也只能希尔一个人去完成。就当作是一场漫长的梦境吧，醒来之后一切都会结束。很抱歉把舰长卷了进来，但是希尔很感激舰长。这一路发生了太多事情，黑夜很可怕，崩坏兽很可怕，暴风雨很可怕。因为有舰长在，
他们都变得没那么可怕了。如果没有舰长的话，希尔很可能没办法走到这一步。所以，谢谢你，舰长。谢谢你买的冰激凌，谢谢你这些天陪希尔一起冒险。还有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下次再和希尔一起玩吧，舰长。舰长，ごきげんよう、艦長様。それと、お帰りなさいませ。艦長様は長い夢を見ていたようですね。心配いりません。ゼーレさんは無事です。ただ、まだ夢の中にいて目覚めようとしません。舰长大人，感觉好些了吗？哦，不用这么着急，舰长大人，慢慢来就好。你被卷进了一场没有尽头的梦境，这对你的精神造成了极大的负担，一时想不起全部记忆也是正常的。毕竟你已经被困在这里太久了。总有一天，你会回想起全部，你的过去，你的现在，你的真相。ちょっと、いつまで話してるんですか？早く行かないとまた捕まりますよ。ん？そのボケっとした顔は何ですか？あなたを夢の中に閉じ込めた奴のことですよ。自分がどれほど眠っていたか、ちゃんとわかってますか？ふん。关心那个家伙担心死你了。所以才雇了我带着这个家伙来救你。哦，对了，既然任务完成了，你们是不是该把报酬结下？
顺便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 Brownie， 是个骇客，只要报酬合理，什么活都可以接。那当然是报酬更重要了。当然。哼，有意思，说来听听。和大家一起战斗的。表现得不错，希儿，你进步了。